三星天颂品福山寺迎接126周年庆典，将在4月6号晚上7点邀请明华园戏剧总团前来演出，由孙翠凤领衔主演，庙方也邀请乡亲一起来看好戏。三星天颂品福山寺供奉观世音菩萨为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历史悠久，信徒遍布各地，香火鼎盛。为了迎接建庙126周年庆，庙方将在4月6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邀请知名的明华园戏剧总团前来演出，由传统戏曲小生孙翠凤领衔主演，再现经典的当代歌仔戏精致剧场。三星仰天山比福山寺吼，庆祝南海观世音菩萨佛诞建寺120周年啊，国历4月7日，农历2月18日，暗时啊7点至9点，重聘请明华园戏剧总团莅临演出，更要吼信众各信众来得莅临指导啊，共享盛举。庙方表示，明华园戏剧总团将带来2小时的精彩演出，机会难得，邀请乡亲届时共襄盛举，来享受一场高水准难得的戏曲飨宴。宜兰新闻记者史世民采访报道。